金融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，國家"十四五"規劃再次表明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過去十年，我們積極推動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，相繼落實內地和香港基金互認、滬港通、深港通和債券通、北向通、南向通，以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等的安排，為證券業界帶來商機。未來十年，除了繼續深化互聯互通，我們會放眼大灣區的發展機遇，期望區域性合作可以成為業界開拓內地市場的新模式。特區政府會積極與內地部委跟進落實相關的政策措施，開發更加多融資渠道和跨境金融服務，為證券業界帶來更加多的發展機遇。